哎，怎么输了？哎呀，怎么办？没事啦，没事。好气呢，乖乖，很棒。哇！这个疗愈，再八十场，这样有疗愈。桔梗喵喵喵，桔梗喵喵喵。哎呦，这个感觉是。嗨，大家好。你好。养这么怪异的名字，为什么五个字啊？我喜欢的花叫做桔梗。桔梗花，对，那个植物的那个桔梗，不是犬夜叉，不是犬夜叉。对。那你又喜欢猫？对。所以就桔梗猫猫。可是因为我们打传说的时候，通常大家讲出来啊，电竞，电竞的打传说的时候，对，电竞经理，对，经理，电竞后勤，电选手不电竞选手，后勤是要干嘛？后勤要干嘛？后勤就是包办，就是很像工作人员啊，然后包办他们很多很多，包含社群编辑啊，然后等等的。活动规划等等，活动规划的这样子好难。可是这个工作，你是怎么会进入这个战队？我一开始是因为就是很喜欢看比赛，对，然后比赛看一看是为了要让自己变强嘛。然后因为你去现场看比赛啊，电竞馆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选手，然后久而久之就跟他们变熟。就是有时候我看人家电竞比赛，你难道不会想玩吗？很想玩啊，但是不够强啊。不是，比如说以前我们在朋友家里面，朋友在打 PS4 打打的，走开，该我玩，很想玩啊，有冲动，冲动，不行的，给我下来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喂，降下一下，对，没有对错啊，输了下来换一个，正常就正常，不赢啊，请看照片。哎呦，哇，这张角度，哎呦，很专业的感觉，这种学姐的 feel 那种感觉，这是恋爱镜头，哎，他好像有一双手，是不是？哎，新闻主播，哎，其实这一天他是在看五月天演唱会，没有啦，哎，来下一张，哇，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你没做，这是被霸凌的示意图，没有啦，喂，直接讲出来，你平常主持节目吗？对，他平常都看顺哥的节目。会被综艺摔，封神粉丝会，哎，还拿拖鞋出来，然后团打哟，电视儿童，铁粉，哎，就是女生啊，你去打了电竞，对不对？对，电竞这个东西改变了你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很低潮期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大概有点忧郁，对，真的，然后就是每天都只是在家里看书。不太喜欢出门，然后也不太喜欢跟别人讲话，把自己封闭起来，就是有点过封闭。然后后来是因为接触到传说这款游戏，然后想要变强嘛，变强从开始看网络上的选手实况组直播，然后后来到想要去电竞比赛现场，去电竞馆看，对，然后就慢慢的因为认识了这些人，觉得他们都是一群很贴心的人，所以觉得就是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。那为什么会忧郁？电竞为什么会？你看对自己没自信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要干嘛？对啊，我应该是国光有史以来最胖的来宾吧？软件啊！你在主持人身边就已经是瘦子了，最胖了。我说女生来宾里面，你看小胖腿，比你胖的多的是很多。所以你的忧郁是来自于因为自己身材不喜欢，就是有一点自卑，然后也有就是很多很多的因素。但是其实刚刚的聊，那有没有考虑当兵？跟小姐姐一起吗？对啊，小姐姐，还是你喜欢听黄色笑话吗？我是你其实感觉蛮开朗的，对啊，现在是变得蛮开朗，就是电竞把它弄开朗，是啊，你以前都不会，喂，不太会，以前会啊，对，会，还是有点小微，对，小微，现在大微，你有特殊方式帮选手舒压？怎么舒压？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怎么？喂，压力好大，手好麻。鸡怎么办？你滚，那是油推啊！压力大，铁锤拿，怎么舒压？用行动电源敲是不是？哦，没有啦。喂，拿拖鞋敲了，在老地上现在，又要敲了。不是，今天谁发顺哥来？女顺哥，老板的习惯，那不是每个人。我自己喜欢摸他们的头，或是抱。摸什么头？摸什么头？摸，就是这样摸头。大头。然后抱抱这样，像狗狗这样子，对对，跟像养宠物，你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真的这样子，那你还是有安慰的话，你不能这样抱不讲话。所以你团队每个人都会跟他们说，就是我觉得你们已经做得很好，辛苦你们，但是我们再努力一下。
这一季一定要拿冠军。那我们在现场模拟一下，我们集锦，因为那个电竞选手都是坐一排的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就假装打输啊输了，然后他来安慰，那你们来一人一票，对对，输了输了输了，哎呦不错，自己跟头在前面打，来一位。开始啊，输了输了，哎哎哎，往前攻，哎呀，输了输啊，输啊，这不是魔头，这是八头，不是八头，是我演的，是我拍的，拍头，拍的拍的拍的，老板你不用出面了，再一次再一次，怎么觉得后面有点痛？痛，哎哎，怎么输了？哎呀，怎么办？没事啦，没事，好气呢，乖乖，抱。这样有疗愈，这样有哎，有哎，他是很大方热情，真的。然后来来来，来抱抱来，不是你的，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，这一段抱抱，太烂抱抱了，这一段又被你不要好几次又抖动了，因为全身抖动，看康哥 Q 掉，吓到了，哦，你大跳五公尺啊，喂，对对，我们不能乱抱，因为我们抱了就停不下来了，好吧，那你要现场跳什么？All I want to 跳舞哦，哎呦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因为找到自己的兴趣，所以变得更加有共同的话题。是，那我的兴趣其实平常除了电竞之外就是跳舞。哎呦，看不出来哦，就是偶尔会到街上去做跳舞、跳街舞。对，那跳一个舞给我们看吧。好啊。哇塞！哦呦哦呦，哎呦，看不出来哎，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你又来个美女，对呀。哇哦！哇塞！哇哇哇！哇，阿翔看得目瞪口呆。真的，原来就是因为他的形象，会以为他跳的是那，就是说像微微舞儿童节目，儿童节目那种，对对对，那带动的小朋友带动跳，我也是可以。对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谢谢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吓到了吗？吓到了。刚才吓到更厉害。今天还是可以加一点微微。直接变顺哥，厉害厉害，动静皆宜啊！可以可以，我也蛮喜欢。我们后面下次看到你录影的时候，你再录《封神武松》，对啊，被看到可以咬我好不好？那个电话这边咬你啊，这个可以咬好，对，这样也好，就人变开朗，其实自己也变更快乐，对，这样好了，不要每天把自己丢在家里。现在有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自己丢在家里，其实现在这样不是很好，很快乐啊，快乐。而且做父母的不一定说打电竞的就是坏孩子，对对对，不要这样想，不一样，要看他打赢没有。这么功利，我们努力在这一季拿冠军。OK， 对，有目的性，人有目的，人就会努力，一定要一起努力。好，来，请坐，谢谢。